万物已改变。我拥抱着你，仿佛通体透明。我背负着你，前往爱之神里。听那遥风且行且听且意，相互有意。遥风过眼，过耳过心，梦是一岁。遥风且行且听且意，一世迷醉。才发现你不是人类的气味。你上卫生间吧，我这就出去。你也是妖怪？把灵珠给我。你不要冲动啊！是学校里很多人呢、啊，电影那些杀人，你是不想在娱乐圈混了吧？虽然我之前对你无感，但这次我保证，陆帅凡一定不会在网上发给你说你是那个妖怪的，好吧？我只是多活两个小时了，请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有了灵珠，谁还想当明星？啊！别想救我！你这是何必呢？不说是你，整个妖族有谁敢抢我灵珠？既然你已了心愿，千年后我们已然相见，这么做何苦？就见那么一会儿，你就要飞升，算什么已了心愿？我的心愿你还不了解吗？管他什么神仙万年、人世资历，我就想跟你过无忧无虑、浪迹天涯的日子。可你却要带着灵珠离开，那我只好先抢走他。我去。高校女厕所上演跨越千年相爱相杀的超级大八卦。哎，我们走。啊！这，走！没想到。南郊也是妖怪，这黑历史绝对够我卖20000块的。他是你前女友吗？要不给你个面子，就不拔他了。你要嫌自己命大，再这么晃来晃去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他？别！哎呀，你们妖怪动不动就打杀的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哎，我还要去办一件事，你看住南郊，别让我走了啊！等一下。就差2个小时，我们好聚好散，你可别反悔啊！我饿。南家大人，东西我都做好了，看不出来任何痕迹。可是，这真的能保住灵珠吗？只能孤注一掷了。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，学长怎么还不来？说不定电梯坏了，学长正在爬楼上来，他一定会来的。舅舅，
爸爸为什么要去国外疗养这么久？他最近感到有些疲惫，临时决定待久一点。不过，这并不是你所要关心的问题。你还是好好完成你的学业，其他的不用多想，有我在，放心吧。知道了，舅舅。三日期限已到，大少，你再等一下，我真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，能不能再给我十分钟？十分钟就好。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我呀？五分钟都不行吗？那五分钟，等局长来了，我就跟他说四个字：五分钟，求你了，我。你知道。我是不会可怜你的。算了，我怎么能指望一个没有半点心肝的妖怪懂得体谅别人的处境呢？是，你很强，强到随随便便就能杀了我。你很聪明，短短三天就能适应这个世界。可那又能怎样？我能教会你使用电灯，但教不会你看见黑夜中被点亮的喜悦。突然，如果你杀了这个小女孩，绝山他绝不会接受你的。这是雀身最在意的规矩，你应该记得很清楚。当年他还是妖王的时候，惩罚了多少犯戒的妖怪，保护了多少人类，你也应该很清楚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不用杀他，也可以取回灵珠。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这本《禁元记》是第一个成仙妖王所写，里面记载
灵珠虽然可以寄附在人类身上，但是只要往静元灵珠里注100个妖怪的灵气，灵珠就可以重新选择祭主。所以我们只要找够100个妖怪灵气，就可以取回灵珠了。如果找不到那么多妖怪怎么办？灵珠现世，妖怪们都蠢蠢欲动。再说了，凭借我们俩的本事，应该不难，很快就会找到100个的。到时候找不到，再杀他也不迟啊。好，1个月。1个月哪够啊？起码得1年。2个月。半年最少了。那这样，3个月。3个月总行了吧？好，3个月。南将军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小粉丝。抱歉啊，小鬼，路上有点事给耽搁了。没事的，我也没有等多久。快些，我饿了。你认识南疆？哦，他是看我演他的侍女受伤，过意不去，然后来看看我。嗯，像他这样的明星，还挺平易近人的。啊啊，是啊。哎，对了，小鬼，嗯，你说你今天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？什么事？那个，现在告白是不是太仓促了？万一被拒绝就太丢脸了。既然多出了3个月的时间，那还是先培养一下感情吧。其实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什么意思。啊，学长，你知道？嗯。那学长，你怎么想？当然没问题。学长，我你需要多少？啊？嗯？多少？什么多少？多少钱啊？你不是找我借钱的吗？我听平安说你最近过得挺艰难的，要一边上学，还有一边还债。你不用客气，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说就可以了。不是借钱。那是。就是。就是。我想有机会可以向学长请教一些功课。我也想像学长一样，在上学的时候就可以做设计。原来是这件事啊，没问题啊，等以后有设计项目的时候，我尽量带着你一起去做。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天也挺晚的了，今天你又受了不少惊吓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学长。嗯。还有一件事。嗯，你说。就是，你能借我一点点钱吗？以为今天会死，钱全花光了，都赖那个死狐狸精。拿着吧。谢谢学长，我给你打个欠条吧，你等我一下。欠条就不用打了。
这是我的电话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打电话找我。学长再见。你要干嘛？你放心，我既然保住了你的小命，就不会抢你的灵珠的。那白霜呢？王花田他们带他去吃火锅了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南小姐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我有话跟你说。白孝大人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常听南教大人提起您了。他说您剑眉星目，飒飒英姿，面如冠玉，玉树临风。今儿见到您本尊，果然是英朗神武，不愧是我们南教大人的心上人。真是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这种肉，再来一盘。啊好，服务员，雪花肥牛再来一份。可是，他也没说过您有这么能吃啊。OK， 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一定要明白我们南教大人的心意啊。他为了您，在人间苦苦等候了千年。南教大人那可是绝代佳人，每朝每代都有他许多传说的。但这都只是为了和你相遇而已。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既要杀你，要救你吗？因为你美如天仙，心如佛祖。狗屁！因为我喜欢白霄。我找灵珠是为了找到他，我夺灵珠是为了阻止他，我救你是为了挽留他。不是。你怎么会喜欢上那只白霄呢？就要从千年之前，我还是个小姑娘说起。你若应允，这些便全是你的。何员外，我南郊卖艺不卖身，纵使有千万金，我也是不会答应的。你一个小小的娘子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何员外，你来说我呀，别不识相。来人呐！来人！给我抓住他！妖怪！妖孽危害人间，看我收你！庄叔为什么要抓你啊？何员外那是活该啊！静心神界定下规矩，人妖两别，人行于昼，妖行于夜。妖界不能在人间活动，更不能伤害人类。那你现在
还不是因为你们人类发展得太快，导致我们妖类的生活空间几乎没有了，所以啊，才不得不跟你们人类混居。神界呢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神界明令禁止妖类不能在人间使用法术，一旦使用法术被捉妖师抓住，轻则飘去百年修为，重则被打回原形。这么严重？那你被抓走之后呢？我被抓走之后，小小狐妖也敢来人间行走？就捉过一只妖怪，也想来捉我？公子相救。不客气。公子，这个是你的吗？总要跟着我，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可我不喜欢你。没关系的，总有一天你会喜欢我的。给我两个碧螺。哎，谢谢客官。后来，我便常去他家，跟他一起喝酒、赏月、出双入对，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。
是后来他去参加了邀月会。什么是邀月会啊？每500年会出现一次血月，整个月亮都是红色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妖界竞选下任妖王的时候。还有妖王？听起来好厉害呀。那当然，只有打败所有妖怪才能成为妖王，妖王是最厉害的，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成仙得到永生的妖怪。每一个妖王都要统治妖界500年，直到下一任妖王出现。那你和白霄一起去参加邀月会了？我没有。妖王在邀月会设下了结界，法力不够的妖怪根本过不了结界。那个时候我法力尚浅，没有陪白霄一起去。他一路过关斩将，只剩下最后一位妖怪，你是当时妖界最厉害的一个妖怪。谁呀？白风，白霄的孪生哥哥。白霄，倔强只讲输赢，无论生死。白风何等凶狠，你比我明白得多。当妖王有什么好的？你不要去了好不好？无论对手是谁，我都要成为妖王。白霄，你会回来吗？等你把它解了，我就回来了。白霄跟白风打了100年。一百年？那你呢？我就等了他100年。那白霄成为妖王了吗？不久就传来白风当上妖王的消息，白霄就消失不见。他们都说白霄死了，但我不信。我总隐隐地觉得他就在世间某处，总有一天我会再一次见到他，所以我就一直徘徊找他。这一找就是1000年。又一千年？这么漫长？百年也好，千年也罢，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。我不怕等，我只怕没有人等。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白霄根本不想当妖王。那要他参加什么邀月会啊？因为只有当上妖王，他才能追随雀身成仙。既然有了灵珠，他又干嘛要去当妖王呢？雀身又是谁啊？是上一任妖王，现在已经飞升成仙了。啊，神仙呀！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一贯自作清高，惺惺作态，就是个女神婊。他自己飞升成仙也就算了，可偏偏要跟白霄约好，等白霄成仙相见，想想就气。我懂。也就是说，白霄约了个姑娘，然后人家姑娘呢成为了女神，他为了追随女神，所以想变成男神。这死狐狸精八成是喜欢人家。你听着，3个月，我帮你集齐100个妖怪的灵气，但同时，你也得帮我制造跟白霄相处的机会。只要他喜欢上我，他就可以放弃成仙，你的小命也就自然保住了。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
南娇姐，您放心吧，不许叫我姐，我那么老吗？你一个千年老妖怪，不叫你姐，难道叫你祖奶奶？南娇大人，我和白三大人回来了。嗯，快快快，让开！南笑，等一下。阿嚏！阿嚏！你今晚住我家吧？嗯，那你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那明天晚上我们去赏月。不去。看来让白潇喜欢上他，不比找一百个妖怪容易呀。既然我们还要相处三个月，那刚才天台上的事儿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你又要干嘛？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小小蛇妖还妄想抢灵珠，回家。啊！南娇大人，我们拖住了白潇大人三个月的时间。可是这三个月以后，你的意思是，我花一千年的时间都没有把它搞定，所以三个月更没戏了？哦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南娇大人，我的意思是还有一个更省心的办法，让白潇大人义无反顾地爱上您。什么办法？你说说看。明天我还要上学。这些吃的我做好，足够你在家吃一天了。虽然我答应再给你三个月的时间，但为了确保灵珠的安全，你必须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。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回去把我的旧手机找给你，两部手机可以共享实时位置。我在哪儿你都会知道了。如果我遇到什么危险，可以随时打给你。好，你用旧的，我用你的。好，你就那么想当神仙吗？南娇等了你一千年，你们感情又那么好，青梅竹马，如胶似漆，何必一定要上天去呢？如胶似漆，他这么跟你说的？难道不是吗？
怪的东西，讲乱七八糟的话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上过天。那当然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看路。你慢点。怎么又走这儿啊？这条路回家快，你再忍耐一会儿。小葵，嗯，有黄历吗？黄历？嗯，啊，你是说日历吧？这年头谁还用日历啊？手机不就能看日期吗？啊，我刚想起来，好像有一本，我去给你拿啊。这个呢，是你的最后期限。要不要算得那么清楚？哎，今天怎么也算啊？今后的每天早上，我都会划掉一天的。三个月之内，一定能收集100个灵气。这附近。有巫妖，娇女，我亲抚琴宴席，她子竹林，痴情红颜。来，自陈不服约架，来，后生约架不服的，来来来来来。你是光。去的，你不是我的。签这么多名，手酸吗？应该的。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孤独的，你不是我的。但是要演出那种很享受的样子，要很享受，要特别什么的，演得好好吃的样子。我内心是人设崩塌的啊。你不是。我的，你是假空的，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意图的，你不是我的，你是无望的，你不是我的，你是寂灭的。心是人设崩塌的啊！要学习爱。
你不是我的，你是空空的。梦不是你的，我是空空的。